呀，大家好，是角角。最近啊，经常有粉丝问角角，姐姐你好，看了这么多有嘻哈，发现二人转好像就是东北的嘻哈呀，你觉得呢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老铁啊，今天角角就给你们把这个事儿给你们好好的捋一捋。第一，从口头语上来讲啊，两者可以说是极为相似的。中国有嘻哈没看吗？就里边那些哎，嘻哈界的术语都可以用东北话直译，这就是怼，就是老铁，就是损色。哎，小哎，老妹儿 ，How you doing？ 你干啥去啊 ？Fuck that shit！ 别整那没用的 ，I don't give a fuck， 爱咋咋地。美国的社会人叫啥 ？Gangster。中国的社会人从喊啥？干死他！哎，美国 gangster 挣到钱了干啥 ？Gold chain。Nice watch, barbecue every day, and nice furnace. 哎呀，那个我知道了，这不就那啥吗？这不大金链子吗？小手表，一天一顿小烧烤吗？还给媳妇整个貂，是不是整样的了吗？哎，你看你俩自己都分析出来了。Yes。哎，美国黑人发明的那种哎，又说又唱，咔咔又跳的那种文艺形式是什么 ？Hip hop。哎，那中国东北哎，老铁们也发明了一种又说又唱又跳的那种文艺形式，是什么？二人转。哎，两者啊都是从小众走向大众，从地方走向全国。So true， 可不嘛。那么下面惊人的地方来了啊 ，Hip Hop 界最有钱的大佬是谁 ？Dr. Dre。哎，这个 Dr. Dre 啊，出身贫寒，但是呢却打造了一个嘻哈帝国，他还捧红了谁啊？艾米纳姆和。50美分，一个白脸一个黑脸。那么二人转界最牛的大佬是谁？赵本山。哎，这赵本山他也是出身贫寒嘛，但是他也打造了一个二人转帝国，而且还捧红了谁？小沈阳，宋小宝。哎呀，这也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啊，这明明就是东北的嘻哈帝国呀。火辣辣的心呐，火辣辣的情啊，火辣辣的小辣椒他透着心里红。耶、yeah. Hip Hop 是什么？嘻哈。嘻哈对吧，嘻嘻哈哈的，嘻嘻哈哈是干啥的？嘻嘻哈哈那不就笑吗？二人转不也让人笑？哎呀，哎呀，那二人转是不是东北的嘻哈呀？你太有才了 ！Yes， 大家掌声先说一说啊，还没完事儿。东北三省是什么？黑吉辽，黑吉辽。那么黑人长得实在是黑吉辽 ，Mind blowing。老铁，哎呀！哎，怎么样？这个二人转跟嘻哈是不是冥冥之中有点异曲同工这个意思？其实啊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这个嘻哈呢，是美国黑人的街头文化；二人转呢，是中国东北的民间文化。哎，不管你是啊咔咔的饶舌歌手，还是二人转演员，只要你热爱并且踊跃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跟艺术，那你就都是最酷的、最时尚的。等啥时候啊，美国有二人转？英国有相声啥的火了，哎，那咱中国的文化就是真正的走向世界了。好了，别忘了关注角角的微博，啊啊啊！独角兽，我是角角，我们下期见。你瞅啥 ？What you looking at？ 你瞅你咋的 ？What you looking at？ 损色。